抱歉啦，不是故意的啦。欸，我好像还是没有，对，我还是没有捆扫之刃。抱歉啦，欸，就一直叫哦。修铲子哦，一颗头，把头放这儿吧。屁呀！我的天哪！谁啦？射爽没？射爽没？哎，刚凋零头吸我东西耶！不凋零头啊，凋零刚吸我东西耶！你看哦，你看哦，你看哦，我把这个 Q 出去哦。哎、欸，不会吸耶、欸！他刚刚在吸什么的？第三颗，好吵哦！现在看起来很蛮，试试看像不像？不会，不好意思，现在真是吵到，吵到吓不到我。不好意思，浪费你的钱了。我很抱歉，现在真的太吵了，吓不到我。看火三分钟，
你可以考虑请我吃饭，好啊，你要吃什么？我来吃寿司吧，想吃藏寿司。哦，不对，你吃屎好了，没有啦。你要吃什么啊？我一想到就是你帮我拿寿司而已啊。我可以请你吃玉子烧。哇哦！啊，我们先避一避，那边太吵了。来存一存，变。请问骨粉到底还能干嘛？求解。看我一分钟。你看，他刚刚凋零头都被吸走哎。12秒，没有了。8分钟打2颗，打4颗凋零头应该算快了吧？不对啊，我其实来打的目的是要打那个啦，烈焰杆。所以还是要打烈焰杆啊，补充钙质，不是靠问认真的啦，现在就只能拿来当肥料而已啊，肥料就是做那种全自动的，哎呦呀，你吹气哦。就你最难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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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你最难打。你要跟他们出去吃寿司啊？我可以请客啊，可是我只请他们吃鱼子烧。啊，你要离开了，拜拜。然后请他们吃鱼子烧，那边我不要，咸。
看到真是吓死人呢、欸。但不看比较好，看了吓一跳。看不见的最美。好，没有怪了，我们回来这边重置它。有重置到吗？好像没有诶、欸。怕送妹，打爽妹 ，Q。好像都剩下史莱姆要打一打了耶，为什么从后面来？
哦，好累哦。没看过啦，撤。怎么安静起来了？我的天哪、啊，怎么了？看得好累哦，我的天啊！干嘛？很亲王哎、欸！清完了，休息一下。4点半了，要五点了。啊，怎么是大只的？下去。看火药水，那样被打下去，继续。那其实骨头我就不用留了啊，要那么多骨头干嘛？看带回去。好，回家。回家。
看到骨头不知道干嘛，见识也不用那么多啦。啊，终于更新的档在这。 我看，吓死我！做古怪，古怪要干嘛啦？ 我是说实质用途，不想要那种。不知道能做古块啊？请问古块要干嘛？又不能交易？你是把我当新手哟？ 猫，你怎么下来了？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看好，转这边。哦，跟我想的不一样，天哪！它太下面了。 哦，多少痛？又没差。哦，他好认真巡逻，所以多盖几个给他，多做几个铁巨人送他好了，陪他玩。你在干嘛啦？ 其实我刚刚我的眼前突然在震动，我感觉真的最近太累了，哦，该睡了。 送你。
多休息，没办法多休息啊，以我的业绩来讲。而且最近又想到，我是我有带状疱疹的那个病例。我以前没有那么拼命开台跟剪片，就是因为我怕那个复发。因为其实我很早之前还在 YT 跟 Twitch 的时候，我就隐约感受到以前的那个以前复发的位，那个发作的位置在作痛。啊，最近又痛回来了，可是你知道，就是在起步阶段啊，每次都给我搞这招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之前就这样啊。反正人在最累的时候，状况会一大堆。嘿咻！压力大为痛，我不会，也会呢，紧张啊什么的，我也就会痛，这是超惨呢，都不卖书的哎，我还怕我遇到是那种，这个是卖书柜，然后一路下来全都是卖道具的，这个最后一个一定是那个命名牌啊，所以这个超惨呢，这个也快了。来来换换看，